你来了，这次事情多亏了你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哪里哪里，我知道。这里有其他人，换个地方做专访。这次来找你，只是为了表示感谢，不是为了专访。我下次再给你改时间做专访。等等，我这次来有事来专访，主要是接一个朋友，快来了。还有啊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是说要单独见面吗？他怎么认识？只是巧合而已，我换个地方说话。韩远，这个时候你不该和外面的人单独见面。问题，管好自己。韩小姐，